术师、幻术师大仙，27日受草屯新世代福伦社邀请到南投演出。表演结束后，遭两位社员冲上台掀开魔术道具，当众拆台引爆舆论怒火。而幻术师大仙、魔术师也在网络上爆红，过去他所变过的魔术令人惊奇连连，就望我们一起欣赏吧。粉丝也买，我真的有卖。这个人不能让他走。